欢迎收看 PMC News， 我是你们的主播王小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周的重点新闻。新一季神学课程即将开课，主题为崇拜与属灵生命，讲员是毕业于美国神学院圣约系的叶德宗博士，透过设计敬拜程序、宣读圣经、礼仪举动等，建立信徒们对敬拜的认识。即日起开放报名，有兴趣参加者可以联络教会办公室。今天下午30正在教会有新年大扫除，让我们一起来打扫神的家。每一年新年前，教会都会进行大扫除，除旧迎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今年要打扫的是多人圣殿跟我们的圣殿，感谢弟兄姐妹踊跃出席来参加，谢谢。是的，教会是我家，清洁靠大家。今天下午约定你一起来打扫神的家。每逢教会大节庆，都会练习诗班，诗班团员都享受在练习中，用歌喉颂赞神。周日5:30在圣殿也邀你加入教会诗班练习。成年团契即将在3月23日进行成年团契大家庭槟城一日游。此次名为客家菜之旅的一日游，除了会参观槟城名闻的客家山仔文化圈，还会到信士桥观看槟城海上屋，另外桥之市的壁画和圣乔治教堂也是游走槟城必到的打卡之处。若你想参加，欢迎联络林玉福执事。休息片刻，稍后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周迅光牧师，很高兴今年呢，我又要去马来西亚。那这一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蒙福人生的这个装备课程。那蒙福人生呢，其实讲到神要如何能够在财务，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领域当中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经历到神国的兴盛。所以我相信透过这个课程，神要教导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神国度的好管家，以及呢，他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人生当中各个领域当中兴盛的秘诀是什么。所以我要邀请你绝对不要错过这样的课程，一起来加入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在这几天的当中，神会对你的生命来说话。你的心事，你心事到永远，你的应许一定是不改变，我要坚定，我相信回来。今天下午崇拜后将举行两堂崇拜服事精兵慰劳及吉利会，欢迎两堂崇拜的服事人员参加，地点在雅各亭，预备了午餐招待，请相关服事人员注意。另外，周二晚上8:00在雅各亭有生命组长大会，敬请所有生命小组组长、 Speak Chat 组长出席，商讨教会牧养大计。凡不能出席主长大会者，请向廖克明牧师请教。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大红灯笼高高挂，大地回春庆新年。2019年博物馆在新春期间初次举办春回垦场喜迎年，意味新春节庆。
因为新春是一个活动，让我们能够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带我们亲戚朋友来参观博物馆，也同样的享受这些我们所为大家精心预备的这个节目。这样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天有什么样的活动吗？当天的活动呢，主要我们有三大活动啦。第一个就是博物馆，我们有全天候的开放，就是早上10点开放到晚上10点。那第二个活动呢，就是亲子同乐的活动。那在亲子同乐活动呢，我们可以跟孩子们一起享受那个制造这个烤肉干制造这个龟嘎贝，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娘惹的这个鸡蛋卷。也有这个韦老师呢为我们特地预备了这个铜玩，然后我们就可以玩以前的那些老玩具啊，沙炮啊，有很多精美的气球等等。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舞台的节目我们就有预备到为大家呈现一些文化特色的一些舞蹈，然后也包括一些现代舞蹈啊，还有音乐会等等，经典的福州歌有这个驻唱等等。那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那在这里呢，也要呼吁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一个志工团来帮助我们。尤其是因为博物馆呢，我们会开放从早上10点到这个晚上10点。那这轮班制呢，主要是3个小时一班。那我们有早上10点到下午1点，下午1点到4点，然后下午4点到7点，以及晚上的这个7点到10点。请大家可以向丽凤姐妹或者是卓一姐妹来报名，谢谢大家。谢谢人文干事国林弟兄的分享。是的，新年去哪里？不如来这里，石兆远博物馆等着你。凡有兴趣购买由慈青团契举办的柑橘活动，1包2粒柑，价钱为5令吉。我们将包装好后帮你送给你想送的对象，实现教会弟兄姐妹。散会后可到后面招待处旁的 counter 向 Jason、 达宏、志荣、根成预定并缴费。是的，让我们关注最后一项报告。立业主日当天收到60多位弟兄姐妹的立业表，还未立业的弟兄姐妹仍可继续把立业表交到办公室，下主日1月27日截止，盼望弟兄姐妹积极回应。今天的新闻报道就到这里，我是你们的主播王小晴，我们下次见。